不不思苦。公子，你头发好长哦。还没修头发，比较长一点。我想说，等之后有作品的时候再修。哎，我们现在等谁？等零九吗？哦，他因为他应该还在修养身体吧？他就想看得出来吧？我真的觉得一模一样哎、欸。风泽，风泽，风泽，你这么多粉丝在这里，你不要害我，拜托了，我求你了，你不要害我。讲到这件事情，其实我蛮怀念零九戴发带，他已经很久没有戴了。当初他几乎已经变成他一个标志了，他现在很少在戴，你没有发觉吗？前阵子在新加坡休息，然后刚隔离完不久，也算是报平安的感觉，对不对？对对，报平安。无声黑白，沉默年代或许不该太遥远的相爱。我送你离开天涯之外，你是否还在？今生何来生世难猜，用一生。哎呦有啊，有像啊，一峰老师他有那个唱那个张学友特别像。其实我真的本来想要试试看，那我刚刚开播试试看，我唱的时候哇完全不像。你已经练习过了，练习过对了对了，要稍微展现一下。可是真的不像哦，真的不像哦，没有关系，没关系。不抱歉思苦，只怕你伤痛，愿只愿人在风中，只想走。放弃你的、你的有，你的有张，你的有张，但是我张宇。我这样唱的时候，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个张宇大哥这样子。哦，不抱歉思苦。只怕你伤痛。天哪、啊，真的两个不像哎、欸， okay. 怎么办呢、啊？请你请闭眼，爱在你身边。要是谁给女巫的残缺，我怎么体会故事的结尾？一张光也埋葬我的爱。不断轮回，从无所畏惧等待黑夜来临，原来必须感受落在心上的冲击，才愿意承认是自己不想清醒，让那所有希望勇气都消失殆尽。多渴望做事看透的讯息啊。